芊芊，我来这边去上班。啊，应该你办个领先用户啦。我准备早顿俾我芊芊食。应该。真正因为你想要跟芊芊离婚，才害伊变到这尼啊艰苦。结果你今晚搁早做早顿，俾来回接。啊，你阿咪对伊好，对伊关心，啊，阿咪要跟伊离婚，对伊这尼啊冷淡，到底什么情形？虽然今天我有拜托你，希望你暂时卖跟伊离婚，你答应我，我嘛感谢你。啊，不过我今晚嘛是要警告你哦。芊芊目前的精神状况真正不稳定，你是千万千万唔通阁刺激伊。爸，我已经想清楚啊，我要甲芊芊好好，重新开始。而且我嘛甲芊芊讲过啊，你即马开始，我要认真对待芊芊，修补我甲伊的关系。就好。讲实在，只要芊芊会幸福，你两个人啊，若是用恩爱过日子，我都放心。啊，请你放心，我甲芊芊的代志，袂给你烦恼。我唔管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啊，所以你的态度向有这么大的转变。啊，不过我听你来讲。我也是欢喜啦，林凯，为我先打点进前哦。卡叔，你是因为进前我对你有偏见，还有我对你所做的代志，所以你是有目的，才跳过去关心芊芊。安尼，我除了进前感谢你以外，我赶快对付你，我赶快来帮你刷。啊，弯弯上坡好死了。这个代志我不去想啊。嗯。我太袂叫你冲动，我们待会应该搁一边的机会接到。芊芊，你是安怎？身体无爽快啊？系啊。阿贤啊，家在无发烧啊，那有可能是感冒。我想可能是啦，啊，但即马头壳会疼，人无力无力。我是感觉。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段时间向发生那些代志，所以芊芊伊心肝头压力真大，规人啊，迄神经拢病掉的。叫什么？向我听到，你愿意甲伊重新开始，要甲伊做伙，心情一放轻松，一寡毛病都拢走走出来。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对待芊芊，不过会叫你辛苦啊。嗯，好了，我先来处理代志。今仔日来赶紧联络着迄个老客，将饭店的主导权决定好势，咱将来恁阿母照顾到做伙经营。姐姐，无你今日休困，阿英家己先陪你。不过。我想叫妈妈，你敢袂知？姐姐，无你今日休困，阿英家己先陪你。不过。我想讲，爸你无得靠今仔日甲老客见面，这是真重要代志，我不应该不在场。无，你先等我一下，我有一个啥事来。芊芊，你身体敢会看见？无问题啊。好了，不如先照芊芊的意思啦。买半钟头啊，伊若感觉人无爽快，你再送伊去伊情况好啊。咱先做好单。看伊开眼神，我知是真心想要回头，严哥已经袂赴我。是安怎？你袂较早甲我讲遐话？
这老客现在在拍吹，我用尽各种的办法，结果我是无法度联络到伊本人。我嘛是同款，在我接到消息，老客甲伊朋友伫餐厅见面，我挂起伊时阵，甲他看伊下手阿爸，后来甲伊讲我想甲老客见面，也唔过我看伊反应，应该是无啥物机会。问题是现在龙泽当时的特别召开啊，若是无法度找到老家回天安，咱就要另外想更加有效的办法。啊无，龙泽警官真有可能会叫李家明提起。啊，还是讲我找几个人头，甲公会一旦抽来龙泽的股份，啊甲其他线股拢买起。这个办法我早叫人去试过啊，公会集团啊。因为财力真强，而且因的营运状况嘛真稳定，所以根本无可能会被龙泽股份。目前的状况看起来，只有找老客，可以愿意听咱，才是较有效果的方法。爸，我刚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啊，老客我一定想办法找到的，叫你免烦恼。听你安尼讲，你是有啥物好办法啊？我今有一个朋友认识老客啦。所以真有可能会当甲恁斗相共。我用尽办法，拢无法度查到老客伊本人的电话，想袂到你竟然有法度熟悉老客的朋友，袂歹。倩倩，你是多一个朋友才有办法，竟然能熟悉老客种神秘的人。我袂用甲文川的名讲出来，阿达无应该会怀疑。别插掉啊！王总，告学兄，啊，去王总。好了。应该。为今麦动作，我感觉出来，你有影开始是把倩倩这个宝放在你的心肝内，好好来个疼惜。你阿母甘心啊，一切就开始变个顺顺利利，所以恁就安尼顺顺啊行。等龙泽经营权咱提到手了啊，甲公司一寡子公司的代志我处理好势，我会交予恁。一切若稳定了，我就会偷偷退休。只要恁阿母是甘心，会互相支援、互相照顾，安尼我才会当放心哦。爸，你放心啊。我会好好对待倩倩。谢爸，你放心。嘉谢，阶段要找我打高尔夫球。阿哥，伊希望你一个人来就好啊，伊想要先认识你一个人。好，我知影。爸，我朋友替咱找的阶段，我陪伊改见。倩倩，我陪你去。不用的，阶段讲希望我一个人去就好啊。这老客这么神秘，到底多一个朋友替你看守？这正是我也袂用讲的啦。也不过，客大就是希望讲，莫有第二人知影。好了，倩倩，我哩就跟你去催他的回信。倩倩，你这样去，你也注意安全。您放心啦。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。
情绪这创伤，卡手机也唔接，我唔开电话，也唔知伊家老家是不是见了面，还是讲要安怎？可能是讲得真顺利啦，还袂结束。阿拉伯这件代志对倩倩来讲这么重要，应该早就打电话给爸才对啊。对了，那最近倩倩的精神状况比较好？有较好一点啊，只是有当时啊，感官的话也是一直讲，也不过比以前的状况好真多啊。这款状况嘛，不是短时间内有法度解决。应该，你也加用我心思，加用我时间，伫个亲亲的身上，好好甲关心下，知无？阿仔啊，爸，我做我应该做的，我不要亲亲讲去承担。爸，我是没来，我卡电话倩倩。倩倩，带几条留言。请你看这个话。